就又跑1650啊，第五场佢应住呢只系十号仔同宝宝，同宝宝今次系配班德礼，上次配班德礼咧就五配跑第三，赢过嘅马咧就有三只七号、九号、十一号，只十号最叻跑过第三名嘅就呢只马，上次成绩好咧就系五七十十二。十一号咧就艾杜拿，十一号咧就系高东尼马房嘅美丽欢声。上次艾杜拿跑第四嘅五倍，冇派彩嘅。哇！呢只马真系犀利啊，连即系四次赛绩有两个第三，一个第四，一个第六咁样，即系好恨赢噶啦呢啲马。十一号美丽欢声呢啲。艾杜拿十一号仔，哇！真系咧，跑六七次咧，好多第三嘅，四个第三，一个第四咁样。十二号胜利同盟，丁冠豪马房啊，配杨明伦九倍，上次就三十四倍杨明伦跑第二嘅，今次系热门咗啦。上次亦都系1650，上次系爆冷门，爆冷 Q。1650是可以的，即是由第11由第9名进展到第2名，今次得不得呢？今次热门了很多了，单位数字。现在看到这只是7号冠宝区配梁家俊，上次梁家俊骑呢只马十四倍跑第二嘅，呢只马近绩好好嘅，呢只马亦都系1650米。呢只三号咧就叫做威威父子，威威父子冷门嚟噶啦，一定系近绩唔多好啊。十一号呢只美丽，十一号又系四倍。今晚大熱門是兩隻同樣飛數，就是5號和11號。Michael 要5號、11號兩隻今晚大熱都要了。2號仔就叫做寶城智星，不是智星，寶城智星都是冷門來的，即是上次13前次第8。有一隻八號啊，八號仔就叫做睇下先，紅海勁，紅海勁前次跑第二嘅，紅海勁潘頓前次跑第二喎，今次報文。现在拍着九号仔得意佳作，得意佳作挺好的，最近三次有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，一个第七，上次就第七潘明辉，隔晚十七倍，白色衫的十号同宝宝上次第三， Jenny 要十一号，十一号是隔晚大热门之一，五号也都是。我要五号、十号，五号、十号我要。十号而家八倍，十号咧就系同宝宝、班德礼骑，上次第三，上次入咗位置。八号仔咪报文啦，叫做红海劲。十一号是隔晚大热之一嚟嘅，同样飞数嘅。十一号而家3.9，五号而家3.2，九号咧就系得意佳作。Jenny 要十一号、九号，我要五号、十号。黄之康要3号、5号。
又要有十一号，即系两只夹硬大热门有飞嘅都俾佢立咗。我要咧五号仔入潘顿四档，今日潘顿神勇。而家咧，紅格就係五號 win， 十一號位置大熱。而家馬會嗰、那個馬會個彩池咧就係五號紅格，十一號位置紅格。蔡俊佳要五号、十一号，我要五号、十号。有六号仔啊，而家见到木火同明啊，田泰安喺度热身运动。上一场我蔡明少只十二号系咁啊，打圈咧就出到闸啊，有条 Q 收啊，输咗俾潘顿啫。我拍着这只七号的冠宝区，梁家俊骑的这只马七号仔。白色衫有个心的就是十二神将，十二神将好成绩的五号仔。最近三次，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，一个第三，所以很多人关注，他的近绩好过十一号很多的。即五号啦，潘顿，我要五号、十号。上次成绩好咧，五七、十、十二，我又要五号、十号。我要啲成绩好嘅上次。Jenny 要十一号、九号、五号。好，而家睇啲主持讲下。好彩啊，一六五零米。大熱門咁啊，好近嘅而家五個十二神將仲係三十四蚊二少少啦，不過只十一嘅美麗歡聲咧三點六倍啦，獨贏。咁啊，其他就同寶寶七點六啦，紅海勁啊七點九倍啦，咁啊再嚟就勝利同盟九點八倍啊，十倍留下幾隻。好，威威父子入咗閘噶啦，呢只十倍啊，擺內檔。咁啊，外邊佢冇佢入咗啦，勝利同盟都入咗閘啦，煙旺寶寶同寶寶。市场都好多宝啊！好入咗闸啦，亦都再嚟就宝城智星都顺利嘅，但暂时大热门十二神将冇问题。咁啊，剩翻就美丽欢声啦、红海劲啦，同埋咧得意佳作啊！咁啊，时间都差唔多啦，交俾闸前。红海劲最后入闸。第二届作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五场赛事四班一六五零，西洋会挑战杯准备好嘅。开闸嘅时候啊，前面快嘅马咧，咁啊见到就中外档位置啦。木火同命走啊，冠宝区咧就跟佢埋啦。中间有宝城智星啦，内栏威威父子啦，第五位白衫红帽就十二神将啊，内栏咧第六位啦。咁啊粉红帽嗰只咧就美丽欢声啦，中档位置红帽咁啊红白衫就红宝宝嚟噶。咁后面嗰五匹马啦，红海劲内栏尾五啊，尾四得意佳作，后面三只胜利同盟天王宝宝啊。暂时殿后咧系嗰只本领非凡嚟噶，
好啦，接近对面直路头咯，放咗出嚟噶嘛，系嗰只宝城之星啊。跟住喺第二位就木火同名啦，守住内栏第三，威威父子冠宝区第四，中间第五啊，白衫红帽十二神将啊，内栏第六位啦就美丽欢声嘅粉红眼罩嘅，再后边噶嘛第七位红帽红白衫就系童宝宝啦，后边五只红海劲啡色衫 Macy 系得意佳作啊，后边三只胜利同盟天王宝宝啊，暂时殿后仍然系嗰只本领非凡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路尾过呢个六百咯，前面咧都仲系呢只宝城之星咧就占先少少嘅，第二位就木火同名啦，第三位。咁好啦，内栏啊威威父子出边啊冠宝区啊，跟住个第五咧就系十二神将啊，内栏粉红晏昼美丽欢声，出边啡色心得意佳作，嚟到最出啊，本领非凡啊，再中档位置仲有同宝宝入边等位咧就红海劲嗰啲嘛，好啦，最有直路，前面占先嘅话就宝城之星啊，外边得意佳作个势相当劲啊，最出仲有只啊，本领非凡啊，埋边位置就美丽欢声啊，中间追啲咧仲有红海劲同埋同宝宝，最后一百米本领非凡外边将呢只咧就得意佳作冚过咗啦，第三名。美丽欢声第四名咧，好接近咁啊！威威父子少少力弱追上嚟噶嘛，同宝宝啊！结果今场赛事两只并出中外当追。一号本领非凡，隔晚三十二倍，哇！好犀利嘅只辣爆冷门啊！九号得意佳作都系冷门嚟嘅，不过有手影啲。最近三次有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。即系五号临尾嘅时候，真系跟住人个马尾。十号同宝宝都喺前列马匹嗰度竞走嘅沿途啊！呢只马蔡明少爆咗冷门啦，几百蚊 win 嘅呢啲。呢场就系热门不济，所以啲冷门走咗出嚟。十一号都系热门嚟嘅，美丽欢声 Jenny 拣呢啲行头嘅。十一号、十号咧，我就拣佢做脚嘅，跑第四，跑得仲好过只五号。本来只五号领先啲嘅，嗱呢啲咪五号、六号啦，呢两个马位。咁啊，而家喺前边走咗出嚟先嘅系七号冠宝区，同埋六号木火同名。绿色衫嗰只咧就系叫宝城之星，三只都冇派彩嘅。咁啊，而家呢一只咧就系呢只就五号潘顿，呢只咧就系同宝宝跑第四嘅，就咁嘅样啦。二号喺前边叫宝城之星，冷门马嚟嘅，四十七倍隔晚冇近绩嘅。咁啊，而家睇一只。潘顿点样跑啦啫？潘顿喺呢度啊，真系俾啲冷门话走晒出嚟添，俾只优仔本领非凡，隔晚三十几倍嘅，而家喺边度？三种色嘅个衫，优仔而家最尾嗰只啊，最尾嗰只一路走上嚟，一六五零啊，即系一路喺度喺外边咁样蚕食上嚟。咁你睇下潘顿只五号仔啊，本来系好好彩迹嘅呢只马，转正直路，潘顿前面三只马顶住佢，拣咗唔系，啊搵到条位上嚟咯噃，但系呢只马又夹出嚟喎，又顶住佢啊，咁啊冇啦，喺外边最后个位冲上嚟嘅一号仔叫做本领非凡，跑得咁劲嘅真系。三百八十七蚊啲，又过千蚊 Q 啦。九号仔隔晚十七倍，现场几多？睇下啲。十号有绿格啦，十一号有红格啦，十二号、五号仔有红格啊，冇啦。睇下先 ，renew 下佢先。睇下，冇啊！十一号有飞啊！十一号啊，其他唔见到有落飞喎、啊。